快跑财神爷，好家伙，一个个都跟我抢财神爷是吧？我讨二宝，我讨三宝，我讨四宝。啊！家人们谁懂啊？说好的四宝，结果被诈骗了。不过问题不大，这边没有销毁，我们可以走门框这里，蹭到加速后直接起飞，前面的加速碰到后记得跳扑一下，不然会很容易的掉下去。虽然我们开局就已经落后了，不过在我们细节的跑酷中也是有很大希望超越他们追上财神爷的。前面这边一定不要着急，要稳住，不然你就会和我一样失误的撞到了栏杆上，刚追上的排名也因此被超。是你们别抢啊，这可是我的零花钱，我可是第一个抓住财神的好不好？我玩这个我的，我玩这个我玩哈哈哈哈哈哈。